仙剑奇侠传》作为首部仙侠片，在当时可是十分的受观众追捧的。这部剧里有很多漂亮的女人，她们穿的衣服也是十分的美，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吧。广袖流仙裙，龙葵的衣服，这件衣服是蓝色的，是在她做公主的时候哥哥为她定制的，十分的漂亮，加上刘诗诗那种与生俱来的气质衬托了这件衣服。反过来，这件衣服也烘托了龙葵那种恬静的感觉，十分的招人喜欢。紫萱在这里边是一位魅力无边的女人，连道士都能被她的美丽所折服，这也有她穿的衣服的一大半功劳。紫萱在这一世的时候穿着紫金纱的裙子，紫色高贵的颜色，也是最难以驾驭的一个颜色，但是穿在她的身上好像刚刚好，非常符合。花莹在这里边是一个解毒兽，非常的可爱，永远都是穿着一身黄色的罗裳，说起话来糯糯的感觉，十分的甜，很单纯善良的感觉。雪见一个任性的大小姐，但因为爷爷去世而与景天相依为命，她的衣服是一身红，也是来衬托她的性格吧，像火一样的热情和潮凉。衣服领子的设计很是惊艳。最后一个就是仙剑中最美的衣服了，是西瑶穿的那身白色的仙仙裙。西瑶作为仙子，给人的感觉就很温柔，她的头饰也是与别人的与众不同，很是漂亮。当时在天庭的时候，也是这样淡然温柔的气质吸引到了飞鹏，看到她的一眼，你就会觉得这个女人是真的发自骨子里的美与大气。你们喜欢哪一套衣服呢？图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我删除。